穿内衣裤叫做全民健保啦，你穿着裤子可以出去走，你不怕丢人的话你走出去也没关系。那我觉得说我今天要去逛街，你穿一条裤子好不好啊？那好的，那我就加了一个所谓的住院医疗，你就把它当个裤子吧。怡姐，你穿什么衣服？你觉得怕我穿什么衣服？内衣裤。我自己想到的应该现在目前只穿到衬衫，可是我觉得它不一定是衬衫哦，搞不好是短袖。假如不结婚，对对好，死对他重不重要？死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哦，对他一点都不重要，死就算了，对我都很重要，为了抽一个人。